把爱呢，拥有一副好歌手，歌嗓，一副好歌嗓，啊，唱了一口好歌，那么也说了一口好笑话。哎，你上次去选举是真的吗？那个旗子到底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他有选上吗？连任。哇，所以，所以你多重身份，歌手，然后餐厅老板，还乡长，那接下来当什么？选总统？买这个干嘛？啊，对你这么多身份，他又多了个导演跟摄影师，吼、哦，现在在做美食节目啦，美食料理啦。那什么节目啊？什么节目？要大家收看一下啊。酒鬼厨娘。酒鬼厨娘，酒鬼哦。酒鬼厨娘在什么地方播呢？敬天。敬天电视啊，哈、哦。那从歌手一直到，其实他也会炒菜，他当厨师也是。哦，也有。他也是有厨师能力的。对。那同时他也是大地主。哇！我见过身份最多的人今天来我们店里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你那个得金曲奖真的假的？假的，也是假的。好了，记得我们法爱餐厅呢有那个音乐，不是法爱餐厅哦、喔，哎、欸、是七分醉啊，七分醉的七分醉。然后他的脸书是法爱，法是法律的法，爱情的爱，法爱 VAAI 哈，那个。听人家直播的 live， 记得要去消费一下啊！那我这他每次这个就对了，你看多旺啊！你看我们小朋友帮忙旺了一下哈、哦，法爱餐厅的菜好吃，七分醉，七分醉，然后法爱的脸书，七分醉，然后最大的看点就是夜景，哇，好漂亮，菜好好吃，再来那个瀑布芬多精。我们应该是、哦、七分醉，应该是苗栗店，应该是全台湾唯一有自己的瀑布的店。哇塞，对，那瀑布用钱砸也砸不出来啊。对啊，有人就说你用几台挖土机挖，那要抓去关啊。来用广角，然后靠近拍，收音会好一些。好，用广角靠近拍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这个这酒鬼厨娘呢，这系列的电视节目呢。然后导演跟摄影师选定的这一套系统呢，用意就是说，是要它的什么画质？画质，还有看着舒服的皮肤。对，那皮肤真的是舒服。哎，我们小姐说，我们这有客人是说，他原本的系统去拍老板娘，老板娘都骂，然后跟他黑麻将哦。那你会发现用这个拍皮肤会比较白。有吗？嗯，拍得太漂亮，颜色会比较亮，比较亮。而且这 Lumix 的机器在拍东西有一个特殊的打光感。你问题是？常常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发生。